What?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我想想，这是我第一次露脸拍的 video， 所以如果我很像很不自然，或者是很紧张，或者是很不开心，对，我就是很不自然，我就是很紧张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做一个30秒史莱姆挑战，对，终于记得了，我怕忘记。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史莱姆。那我们进就嘿嘿，我们就进入我们的30秒啊。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30秒五史莱姆的。那我们就进入30秒。那我们就进入30秒的无容器史莱姆挑战吧。Let's go! Everybody, let's go! Come on, let's get to it! OK, 还有我今天穿了淡淡的衣服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哈哈。首先，我们需要 glue， 还有另外一层 glue。还有硼砂水 lotion， 耶！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首先我们先调30秒吧。30秒。上次我们挑战一分钟，对不对？30秒，开始。先放。哦，先放江湖。OK。过啊！错 ，OK， 刚刚我已经按到了，然后我要解释了 ，OK， never mind， 我们先把这个史莱姆先做完 ，OK。一定要加一点甘油进去，因为甘油一滴就够了，真的，一滴就够了，你加太多它就很恐怖，真的很恐怖。其实这样子搅拌也要30秒啊，搅拌，那我肯定做不完啊。Good night to you. Good night. 十点了，我在做什么？十点，耶！我们做了。谁要 sponsor 我 phone stand camera stand please？耶、yeah, ！我们做完了我们的 slime， 我是不是应该拍一个 thumbnail？ 啊！30秒真的是做不到史莱姆的 180% 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一种，所以呢我就打算换一个方式来做史莱姆。
我打算用这个，特征。然后呢，他们是有比例的，就是那种，其实我也不懂是什么比例，不过他们是有比例咯，很像不懂讲放那个，我看了教学，可是我不是很听得懂他在讲什么，所以呢，我就打算来做自己的版本。首先，先放 glue 应该吧。我们就开始做我们的 bottle slime 吧。红色、金色 ，OK。就红色和金色吧。我们今天要做金碧辉煌 slime。OK， 哇。可是有点太慢了，这样子。哦，有点难挤。为什么要设计这种发明？好难挤。OK，anyways， 耶！我最喜欢就是金色的颜色。哦，有一点疗愈。OK， 然后呢，由于它的分量有一点不够啊，我们加入一点的 white。Let's do it. Hey, 不要掉下来，不要。要掉下来。 OK， 这样子好多了，做完了。现在我们要加入喷洒水。 OK， 这样子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 What？ No. Hello。我回来了，我们再加入一点硼砂水。啊，露出来！哦，我忘记放。哦，有点加太多了。It's OK， 然后我们就关起盖子，再我们就摇摇30秒。感觉好像卫生纸，没有垃圾感觉。我只是感觉到我自己的肥肉在抖，那个肚子。我不觉得它有成型。喷洒水，整个桌子都是喷洒水。Is it OK？ 哦，有，我们来 test 一下有没有成型。其实也不是没有成型啦，它也是有算成功吧，对吧？成功了吧？哦，我好厉害哦！哦，所以是成功啊！所以我是30秒挑战成功啊！我好厉害哦 ！OK， 啊，我好厉害，我成功哎，我没想到会成功哎，啊，好厉害，我竟然成功了。所以你就 freestyle， 喜欢加多少喷洒水就加多少喷洒水，加罢了。
哦，好漂亮，擦擦。好厉害哦，成功哎！啊，好厉害，好厉害啊！不过我竟然成功了，所以你们如果下次想要挑战这个的话，你们加多少喷洒水就加多少喷洒水，不要管，不要管。啊！把两个穿起来，OK， 那今天的影片就结束咯。还没有结束这个影片之前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重大的秘密，是每一个 YouTuber 都会有的秘密，每一个就要告诉你了。那是什么呢？今天我穿的是泰国裤。拜。